房子住了。是啊，原来地府是这样建屋子的。烧鸡一只1000万啊，这件多少啊？2000万。今天招募的各位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且慢，大人，这个小美人我要了。这是为何？我要她做我的接班人。我有条件。阴错阳差，明天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迫不及待想看本周的阴错阳差剧集，你也可以上 Toggle 免费优先观看。